我是谁？我在做什么？常觉得每天醒来以后的自己好像都跟上一天不一样。我去塑造角色的时候，不会试图去跟他交流，把他建立为一个人。他跟我不一样，但是他存在。他会有点像赛跑的关系。如果他跑到你的前面，你的现实生活可能就会出现变化，你没有办法控制。但是当你真的能做好的时候，你身体里的能量是很充沛的，就是你觉得有风从你身上穿过去。人这个职业，它让你能够越来越发掘自己的内心。在做什么？我在寻找可能存在的美好的和值得被记住的时刻。